加勒比海是沟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重要通道，这里虽然碧海蓝天，阳光明媚，海面如水晶般清澈，但是每年六月到十一月都会出现热带风暴，给过往船只的航行带来威胁。2012年7月7日这天，执行环球航行任务的郑和舰刚刚抵达这片海域，就遭遇了恶劣的海况。加勒比海里面囤积的一个低压，就是说你怎么调整航向都没有用，整个海区的情况都非常恶劣，你不管怎么调整，都这个舰艇摇摆都非常大。此时加勒比海中部海域阵风达到7级，浪高3到4米，巨浪和巨涌时常出现，舰上官兵和大部分海军学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晕船反应。郑和舰左右摇摆幅度达到了30度，顶着风浪前行的郑和舰已开始不堪重负。刚出牙买加不久，我们左主机海水泵就突然出现漏水情况。主机海水泵是作为我们主机主要冷却的，如果它不运行的话，我们所有的主机冷却就无法激情，那么主机就无法保证它运转。郑和舰有两台主机，主机的作用就是保障航行动力，在两台主机正常运转的情况下，郑和舰才能发出最大的功率，保证正常航速。如果有一台主机出现故障，虽然仍然可以行进，但是航速会明显的减慢。两台主机正常运行的转速在420转的时候，大概可以达到15到16节，兑换成公里的话就是24到26公里。可是一台主机如果出现故障无法正常工作，仅靠单台主机运营的话，航速只能保持在9节，兑换过来大概也就在16公里左右。在海上每小时相差这么多，对整个计划影响是比较大的。然而执行环球航行任务和一般的远洋航行不同，官兵们必须保证按时到达访问的国家。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航路过程中一般都在几百个小时，如果以一个小时相差这么大的话，你整个航道影响就非常大了。预留时间不是那么多的，一个国家预留时间可能多了可能有一天，少了只有10几个小时，那么你这个影响就会造成我们没法按照计划完成的。郑和舰自4月16日从大连起航以来，已经在海上航行了2个多月，先后访问和停靠了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吉布提、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牙买加等8个国家的港口，航程已达1.3万余海里。而行驶到加勒比海域，因为有一台主机需要维修，严重的影响到了航行速度。单舰的海上航行，这个航行时间长，对装备的这个要求很高。出现这些小的这种维修啊，这个故障啊，这是很正常的。到位要快。郑和舰穿越加勒比海域，从牙买加到厄瓜多尔，这个航段的预留时间只有10个小时。目前他们只能进行简单维修，使两台主机都能够正常运行。只有到了下一个停靠地点后才能进行大修。连续也是干了大概3个小时之后，应该降低了的漏泄量，海底泵呢还能正常的运行。为了让郑和舰能够快速运行，负责维修的官兵们一刻也没有停歇，两台主机又可以正常运行了，这让官兵们长舒了一口气。第二天，郑和舰抵达巴拿马运河北口克里斯多港。1914年建成通航的巴拿马运河，使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航程比绕到麦哲伦海峡缩短5000至14000公里，
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因此被称为世界桥梁。它的驻航标志特别完善，就像在大马路上一样。经过了五个小时航行后，是在7月9号凌晨1:30左右出了巴拿马运河。整个这个巴拿马运河航行期间，我们做到了安全顺利。通过黄金水道巴拿马运河后，郑和舰进入了太平洋。2012年7月11日下午，一直在北半球航行的郑和舰即将穿越赤道，驶入南半球。赤道是地球表面的点随地球自转产生的轨迹中周长最长的圆周线，它把地球分为南北两半球。全体注意，正跨越赤道线，驶入南太平洋海域，鸣笛1分钟。7月13日，郑和舰抵达厄瓜多尔瓜亚基尔港，当地的华人华侨热情地欢迎郑和舰官兵的到来，这让经过长途航行的学员们感到十分亲切。我们在靠码头的时候，他们就一边喊着"祖国万岁"啊什么的，然后而且就是欢迎是非常隆重。听到他们喊那些口号的时候，你就会情不自禁的有种你不控制就感觉想流泪的那种感觉。而两天后，厄瓜多尔侨胞为欢迎郑和舰官兵举行的招待会，更是把华侨和官兵们的心更加贴近了。亲人，厄瓜多尔的侨胞见到你们格外亲，我们用充满喜悦的心热烈欢迎你们。一昔日郑和七次远航直到南洋，今郑和遨游世界传播和平友谊，有你们中国和平崛起，再不怕虎豹豺狼，日本抢我钓鱼岛痴心妄想，有你们祖国就有安宁的海洋，你们到哪里哪里就有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好，谢谢谢谢。这一天是郑和舰对公众开放的日子，中国海军舰艇的到访不仅成为当地民众热议的话题，也给瓜亚基尔这座被誉为太平洋滨海明珠的城市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好，来，有的老华侨都70多80多，种种方面的原因，他们不可能再回国，大陆也没有亲人了，他们觉得中国军舰来访就了却了他们一桩心愿。通过他们的一举一动啊，能够看出来他们这种落叶归根啊，对祖国的这种眷恋，这是无法替代的。环球路上，学员黄兴涛突发阑尾炎，病情背后有着怎样让他哭笑不得的事情？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
郑和舰的官兵们为什么会觉得吃亏？159天的环球航行又给官兵们带来怎样的收获？军事纪实正在播出四集系列片《郑和舰环球航行纪实》。7月19日，郑和舰圆满结束对厄瓜多尔的友好访问，前往下一站法属波利尼西亚。这是郑和舰环球航行中用时较长的一段航程。然而，在航行的第二天，海军学员黄新桃被诊断为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进行手术。当时海况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正好在东南太平洋上呢，涌非常大。而且是长涌，那么这个呢，对这个舰艇的摇摆比较大。另外呢，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那个他们医疗组进行手术那个舱室又非常的狭小。由麻醉师、医生和护士组成的8人医疗小组随即展开手术准备工作。同时通知舰上官兵要确保手术过程中稳定航行。一个大浪打过来，有一点点重摇，有一点的横摇，我们心里都觉得有为之有点小小的颤动，我们就会心想这个时候在底下的手术间里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因为这次重摇影响到手术。整个驾驶室内的气氛显得格外凝重，军舰的每一次摇摆都直接关系着手术室里战友的生命安危。第一次会觉得当你的战友他的这个生命安全在我们手中的时候，那种感觉，那种责任感，那种兄弟情谊就会产生非常强烈。半小时过去了，海军学员黄新桃的手术成功完成。听到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如释重负。像完成了一次很特殊的这个任务跟使命一样的，你的战友在这个1万公里大洋上这么恶劣的海况下，能这个平平安安的把这个手术做完，我觉得不仅是对我们个人也好，对我们全舰也好，我觉得意义都是不一样的。手术虽然成功了，但是让黄新桃苦恼的事情也随之而来。当时我们在鄂瓜多尔就每个寝室发了一箱香蕉，然后有人就说是吃香蕉吃多了，你们不要吃太多。据说他那天头天晚上连续吃了10根香蕉。每个人看完之后都有点偷摸摸问我，你到底吃了几根香蕉？当时我就真的很郁闷。那么真实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比较喜欢吃香蕉，贪吃多吃了几根，还抢了别人一根。后来上就盛行那个说我香蕉吃多了而引起的急性阑尾炎。其实我也就吃了5、6根的样子。他说吃香蕉吃多了，估计也是一种玩笑的成分吧。不可能多吃几个香蕉就能，如果能引起急性阑尾炎的话，这也有点太扯了，我感觉。手术4天后，黄新桃已经能下地行走了。因为他做手术的事情曾经在电视新闻中播出，舰上特意让他用卫星电话给家人报个平安。啊，我是黄新桃。哦，就是前两天看新闻没的。我爸接的电话，我爸我一打电话回去，立马就问我，请问你做手术了是不是？现在没事了吧？当时我就感觉家里人很紧张这个事儿，
然后我说我心里想，幸好能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要不然不知道我爸我妈估计会急死。这是郑可见由东向西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的时刻，时间在这里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郑可见从西半球驶入东半球，由2012年8月9日16时20分直接跳到8月10日16时20分，一瞬间增加了24小时。国际上统一规定180度经线为国际日期变更线，当游戏项中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时，必须减去一天；反之，由东向西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就必须加上一天。一路环球西行的话，就是每天时间你都会过时区，你就多一个小时，每天多一个小时，就感觉好像每天都赚了点什么。忽然之间，就是又要调回去了嘛，就无缘无故就少了一天，就感觉忽然之间丢了一点什么东西一样。感觉很亏，感觉时间去哪儿了。后来一想，哦，是原来是把一天分成24次过了，每一次过一个小时。每次通过国际日期变更线，漂泊远洋的人们都会格外重视。在这个时刻，郑可见的官兵也会用特殊的方式来纪念。说实话，当时心里的感觉就是，真是很想祖国，很想回家，感觉很激动。因为到那个时候，环球1/4都已经过来了。因为你想想，之前就已经有100多天在海上漂了100多天，在国外。但是刚回，当时就有一次感觉要回到家的感觉。按照环球行出访及远洋实习训练计划，郑可见环球航行的时间和航程在国际日期变更线已经过半，此时郑可见的航程已达20000多海里。在完成对汤加、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的访问后，9月14日，郑可见开始踏上返程回国的航程。而这时，郑可见也圆满完成了本次环球航行中的出访任务。2012年9月20日，郑可见完成了3.2万海里的环球航行，308名官兵带着亲人和战友的企盼，回到了大连军港。啥都没了。这是一对离别了159天的恋人。这是一对离别了159天的母子。这是一对离别了159天的父女。女儿爬上了爸爸睡了159天的床铺，再也不肯下来。环球航行，跟随郑可见一路所见古老的文明、灿烂的文化、异国的风情、美丽的景色和不同的宗教，每一名远航的官兵都受益匪浅。被誉为海军军官摇篮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学员们，也将从海风中、涌浪中走向舰艇指挥员的岗位。给我们训练航海技能的机会很多，使我们具有了牢靠的那个航海专业基础。我感觉我成长了，这是我感觉最欣喜的一个方面。我在一个心理素质方面，我觉得有了很大的提高。能够更好的与国际化接轨，能够更好的就是符合一个国际化军种的，就是海军的军官这个身份，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这样很好的检验了我们这个单舰在远洋航行当中的组织指挥、政治工作，
后勤保障和装备保障能力，为我们海军走向深蓝啊，应该说提供了一次很好的这个锻炼。环球航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军来讲都是一件大事，因为它体现的是大国的意志，展示的是大国的形象，彰显的是大国的风范，折射的是大国的实力。那么除了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外，在外交、军事、技术等方面都有许多重要的意义。中国海军和谐使命郑和舰环球行历经159天，总航程达3.2万多海里，郑和舰上的308名官兵和海军学员创造了中国海军单舰航程最远、访问国家港口最多、单次巡航时间最长等多项记录。在浩瀚的海洋上，中国海军还将以和平之师、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形象创造新的辉煌。又到银盘流水时，军营齐唱离别歌，抹一把铁血难能的惜别泪，抱一怀生命凝结的战友情，在敬一个没有领花帽徽的军礼，带走一颗永不改变的军人魂。惜别时刻，军事纪实栏目记者走访海军陆战队云南边防线、雪域西藏、鸭绿江畔，深情制作5集特别节目《军营又响驼铃声》。